你先把菜地的水填一下，我要把地锄了。好嘞好嘞，哎，这一点小事包在我身上。搞定了，美人，你看看怎么样？你真是让我无语啊，你是怎么做到最大程度浪费水的？怎么了？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那水放在四角里能浇多少的地？你是不知道水的最大覆盖面积是多少吗？哎，不知道啊。是4×4呀，你把水放在角落里，那覆盖的面积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呢。哎，没事儿，我这不是又在中间放了挺多水的吗？哎，应该不会影响。哎，这是难你没有办法呀。行了，先这样吧，你赶紧去收小麦种子吧，我看你那血压都高了。哎呀，那血压高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天天熬夜呀？不要以为现在年轻就能天天熬夜，到老了全是病啊。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哎，行，我不说了也不行吗？我消停干活。不知不觉，天都黑了，回家吧。不知道就弄了这点小麦，美人会不会生气呀？美人呢？我回来啦！天都黑了，你收集了多少小麦呀？哎，不多不多，不到10万个吧。不到10万是多少呀？你就说几组吧。哎，一组不到啊。一组都没有啊？让你去干个活真是错误。啊，没事儿，美人你放心吧。虽然只有40个小麦，但这绝对是最强壮的40个小麦。我这两天加班加点，再多吃点，给他们来点猛肥，那生长速度一定咔咔的，40变80，80变160。行了行了，你可别跟我吹了，种完小麦赶紧回家。那你呢，美人？等我把这点围栏弄完我就回去。行吧。美人呐，我好像招惹到地心人了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地心人？你没事招惹他干嘛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根本没看呢，是大仙动手的。你呀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